吃看见我家门为女儿吃吃还成堆，大盆蒸包来成块，我大街小巷起一轮，几枚龙眼看新闻，外滩饿上喝了辣椒水，心发慌，老脸红到耳朵根，今日我要当面问这你倒收摊了，我抹脸在街上听，咋的？我脸发烧了，脸发烧。哎呦，他爸到底是为啥死吗？你倒是快说呀！说出来，我怕把你我孙女给气烦了。像年轻时那样气我折磨我，我的疯病呀就不会再犯了。你说我是我不气你，可有人气你哩？有人？哎，到底是谁嘛？哎呦，你倒是快说你嘛。哎，说出来这次能把人羞死气死。气死呀！哦，你我咋了？你好嘛，来，给我捏捏。这都是传闻了，你们才知道？不管啥闻，你给我捏，一字不漏的捏。好。郑会广告，刘雅琪，女，现年26岁，生于1965年8月1日凌晨5点40分，身高1米63，性格文静，爽朗开通，大学本科毕业，县计生办干部。你们以为与我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硕士的未婚青年为侣，无论文化高低，就不工作，只要符合我的四通条件，即可与本人直接联系。若具备四通条件而异会者，本人愿与子结为兄妹。念完呐，你听听，你听听。哎，雅琴，你看你这娃，你说的都是什么？哎呀，妈，雅琴。Thank you.
都快成了铁器，造你那么像人还找不不小伤心，我找了人心，我人要才能报到你，有好酒就不把我扛到山，像你这电子摔的太重，到对象吃了喝死你，哎，丢人丢人！爸，这有啥人？我早就料到，说啥的都有，我才不在乎。你还不在乎？嗯。刘主任，刘主任，咱们机关来了个男青年找你，找我干啥？不清楚，走看看去。啊，等等等等。姑娘，你们单位这几天有没有议论牙齿什么？这乔美，听到啥就大胆地说吧。人家都说你是名医生，大主任找对象还讲什么生辰八字迷信哩，还有人说你是拿着闲话当鼻妹，胡摸乱花寻开心。你听听，你听听。好，那我先走了。好。哎，雅琴呀，你看你，哎，你登报有几天了？十多天了。可有没有应征的人来吗？当来过好几个，但没有这种符合条件的。看。看丢人吗？哎，你看这丢人吗？哎，你不是有我洗这事的吗？我咋不把人都洗过来？妈，爸，你
亲呀，那你提着四通条件到底是为了啥吗？等以后实现了再给你妈老说。走啊。给粮食也给口伙子，我是雅琴他妈。哦，你进来。对，你进来。哎，小伙子，你找雅琴有啥事吗？这，哦，我找他，是来看病的。我他是看妇科的，你可是女人。哎，雅琴，哎，有人找你，有人找。哦，同志，你是？刘主任，我叫杨国奇。在县讲台唱啥？啊，国旗同志，请坐。不客气。国旗同志，求出面。我不会抽。不会喝，你放下。好。刘主任，我今天来是。你来干啥？就大胆一说吧。刘主任，我是个一般工人，没有多少文化，不会。拐弯抹角，只会直来直去，这就好嘛。刘主任，我看到你的真会广告，很高兴，很幸运，也很激动。为啥嘛？因为我这是那个时候生的。刘主任，不是我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你条件那么好，为什么要找个死同情呢？哎，又不按条件好坏的人为办，我觉得奇怪，想来问个明白。过去同志，谢谢你的直率与关怀，我的征会广告绝不戏言。在你还未亮出司空的真凭实据之前，这还是个机密。
行医生。我要给他来个吉利。啊，刘主任，证明我是会让你开的，但是我得把丑话说在前头。好，你说吧。刘主任，我的刘主任啊。霍奇同志，你放心，我绝不是势利眼人，只要你能拿出四通证明，咱们就可以谈。这爱情嘛，可以慢慢培养，你说呢？对对。那你的四通证明呢？证明在。雅琴，不，刘主任，我的证明，可能忘在家里，也许是掉在路上了，我去拿。过去同志，等着你。再见。再见。哎呦，那个小伙子走了，回去去证明去了。哦，他就是娶回来，我也不愿意。哎呦，你不愿意咋了？这又不是和你订婚。妈，你快走吧，走。老同学，老同学，老同学，哟，国华老同学。一年不见，啥时候把你给吹来了？还不是你掌管的学生把我选到你这儿来了。多话快坐快坐。啥时候秘密结的婚？可快当娃他妈了。哎呀，还娃如今我是你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咋，胎位不正啊？胎位长着呢，长不着了就生嘛。哎呀，可我不想追生正嘛，可。哎，第一胎追生正好办呀。不，二胎。国话。如今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你为啥还要生？可没有孝子嘛。国华，你是正式职工，按规定这可是要收开除留用处分的呀。哎，就是怕这才找你这个名医生大主任来了。哎，老
小同学，我你生了几个啦？我啊，还没有结婚呢。哎呦，都是管计划生育的，就会计划。哎，不说闲的了，老同学，请你啊给我想个办法。想啥办法呀？哎，你是名义上大主任嘛，你先给我开个证明。开啥证明呀？大头胎写成憨憨。哎，那你写成先天性心脏病也行，也行。国华，你在真有这贵见识？哎，社会上早都有人这么闹了，上边有政策，下边得有对策。哎，老同学，你看，这是我的点心，你就收下吧。国华，我怎么能收你的东西呢？咋？是怕违反原则？是的，这是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大事，前边开了头，后边难刹车。更何况我还是级市委副主任呢。哦，啊，你是怕丢了你我官吗？国华，话可不能这么说呀。来，你先看看这个吧。关于计划外生育处罚的决定。嗨，你别跟我讲这些大道理，大不了就算了。哎，国华，不要再动了。不，啊，我来的真后悔。求人办事了嘛，还耍脾气嘞，啥东西嘛！哎，你这个老同学呀，一点都不体谅你的难处。哎，人呐，不说了，妈，我给咱做饭去。哎，不，菜都弄好了，汤正熬着哩，一会儿我娃请吃。妈，走吧。请问刘主任在家吗？请进。你是刘亚琴同志吗？是的。你是？我是杨国旗。咦，怎么又来了杨国旗？两个爱心。
同志，这么说你也叫杨国旗了？对，有品有局，绝非冒名顶替。啊，国旗同志，请坐。请坐。国旗同志，请喝水。啊，不客气。请抽烟。啊，不会抽烟。啊。国旗同志，你找我是？啊，前天看了你的征婚广告，觉得十分好奇，正好我符合你提出的条件，也特来拜会。想了解一下内情。过去同志，在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之前，先请你出示私通证明。好。这是我的出生卡片，请你验证。好。过去同志，你是个军人，应该讲实话。这卡片是不是别，是不是别人的？啊，你是不是说刚才来过一个杨国旗？是的，回去去证明去了。你放心，那个杨国旗可不会再来了。你怎么知道？不瞒你说，那是我姐夫，他呀替我进行婚礼审查，请你多原谅。哎呀，过去同志，你真不愧是个军人，为了英会把战略战术都用上了，这么说是中央国旗了？啊，这是我的军人证件，请你过目。好，众位连长杨国旗，国旗同志，让我看看你的左手。大叔，部队规定军人探亲不准携带武器。哦，
对对对。哎，开过货吗？大叔，我是在边防站岗的，哪里没有站着？哦，在边防站岗。对。过完就不远了吧？就在边境线上。我过了线就是外国了。过了线就是外国。哦。啊，好。丁总。亚琴，爸，你到美国去了。啊！只说是晴空万里。把他调到房里去了。哎哎，妈，你莫听村长，我是打称呼的。哎，听村长叫他刘主任嘛。哎，娘还给不少孕妇在检查的嘛，你说，人家还是符合医生。哦，对，就是他。就是、哎，妈，哦，那国勤呢？哎，也到村委会去了嘛。嗯，你那个国勤贵的太。咋了？那天我进城去，嗯，哎，就说嘛，娘和他姐夫两个嘀嘀咕咕，日日鬼鬼。哦，哎，娘，我问娘上次吗？嗯，娘还说我保密呢。哦，
他就不知道，娘外亚琴还是我的老同学哩。哦哟，娘不光对你，娘对我好，你爸也不说实话，哥哥对你的。哎，妈，哎，他俩是谁给介绍的吗？不知道。听说你还过期开了一张啥报纸吗？就跑去找人家去了。这是吗？他就不和你们商量？这个有啥商量的？可他都26的人了嘛，只要他情愿，我也不多问个。哎，妈，哎，人家今天到家里来，一直没给人家商量吗？哎呀，我倒是有准备，可听过期说，他两个还没有正式定。再说你人家还是个傻干婆，就不需要这个。哎呀妈，你别怪人家是傻干婆，今天能到家里来，我就是未婚媳妇，咱得给，得给了。哦，行了，来了。哎呀，来了来了，谁来了？哎呀，他妈人来了，你看都到咱巷口了。快，妈，我这个当街的头子也不能空手见面，我到过小时咱们给他买点东西去。快出快出快，哎，你小心一点，小心着啊。哟哟，你咋连衣服都还没换了吗？你看这是，哎呀，你下的命令叫我把门前扫清，新媳妇还没见着，我把新衣服都脱了，不是又洗了男人的妈了。再说可人家是人门了，又不是想我的嘛，还不还吧。要知道哦，你看你是公公嘛。哎呦，你先看看你要一吊子去。你都不把娃娃的婚事给应上了。哎呀嘞，人常说嘛，公公儿媳妇就不搭话。你还主要是和你这婆婆打架了吗？可只要你不影响，我就影响不了。啊，你还影响不了啊？妈，你看看你身上这吐血，你还影响不了你？那这庄家我3年吃一顿枪了吗？我身上木头不是成了怪事了？上么娘啊？得换衣服的，穿这不行。你跟我换换换换，换你换的嘛？你少嘴嘴。换衣服，少着这我去躺下了，我穿这就不行了，你看。妈，哎，人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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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哎呦，亚琴，这是我妈，大婶。哎，好，哎，你们坐，你们坐，我给大家准备饭去啊，哎，你们先坐着。妈，我俩都吃过了。哎，吃过了。哎。不是都跟你说过了，咱家里都准备好了吗？你这回。是，大事，快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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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姑娘同志啊，哎，你家几口人？我这手不高，这人是个没出息，五十一年把粮食都白糟了。看大叔说的。哎，我说的个都是实话哦。姑娘同志啊，我那个过去和我一样太老实，就没出息，那以后还要靠你多多的批评教育指导嘞。大叔，你真有意思。我还有意思呢。我啥意思嘛，我就是个没意思。只要你两个有意思就行了。哎呀哎呀，这猪叫的大概是草里没食了，我去舔。哎呀，这几个猪可是救了我的家一定得收下。大师、哦、我们都有工作，再说我也有表。可你又是你的嘛，这是大师的一点心意嘛，来、哎、拿住。对，拿住嘛，你要拿的嘛，这心意也有我一份的。亚琴、哎、拿住嘛，大师我几块表嘛，拿住嘛。你是亚琴，你别怕，几次恋爱谈不成，哎呀，咱俩还是好朋友。哎呀，好好好好好，你这个白谈话怎么说这白谈话了、没有吗？你怎么就能说谈不成了、哎、下去、啊、来、啊、拿着、啊、拿着嘛，这么一块票嘛，你过去啊。好，来来来，亚琴，我先给你保存着。哎呀，好，我的白谈话了，这你保存算咋一回事嘛？你保存谁拿都一样。对嘛，你保存可算个啥嘛。亚琴，给就收下，不要白不要。哎，国华，你哎，今天可不能叫我的名字啊。叫啥呀？你没过节。这是我姐。哎，原来你们是姐弟呀。哎，我真没想到。这回明白了吧？哎，给，这是姐弟，看心意。国华，这不说
不少就是你这大主人看不起咱这小工人。好，我收下。对嘛，谈成了是一家人，谈不成了是个好朋友，收个这可算啥嘛。国华，那就一起找我办事。我哎呀，哎，办不了，你总是有难处的嘛。再说那一天你也不知道咱们今天这关系嘛。对，不治这不为罪。不管治不治，还是咱们对计划生育认识问题。像你们村里绝大部分人还是能执行政策，还有少数人思想转不过弯，特别有个别人为了生个孝子不惜守法。对，我就是这个想法。就看你能不能给姐帮这个忙。哎呀，国华，你还有啥不好，为啥还非要生个男孩呢？哎呦，看你说的去，我男娃明明能顶门立户嘛。对，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女人不上男，不如拉拉盘。哎呀，不见得吧，你们莫听人们常说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人能办到的事女人同样也能办到呀。哎呀，教育里是那样说的，当初我当工人，人家就是不要女工，非了九牛二虎之力就才算进到厂，这女人明明就不如家男人嘛。如果你们愿意听的话，我给你们讲一个女人的真实故事。啊，好，愿意一个你讲，我你讲。好。那个女孩后来怎么样了？哦，她在她那位苦难坚强的妈妈抚养下，终于长大成人。不仅要顶门立户，还要把当年被怀走的男孩为他母亲找回来。好。妈，哎呀，妈，哎呀，你先歇会儿，来来来来，哎呀。
嘛。这人家照人家的娃的吧，你吃的那么大的镜子干啥了？你跟犯了神经病一样，是不是？亚琴，你这样的只是个别现象。我女人装就是女人，能进门可穿不了走嘛。今天咱管着没事一家人，接着个忙，非考你办不行。国华，我还是那句老话，这个忙我确实帮不了。怎么，你孩子一点面子也不给？请原谅。大叔，好好，大事过期。我走了、哎、不能走亚琴、哎、先别走不能走嘛、哎、记得我是当主当主当主亚琴过去当主当主当主我一遍你听我拉个倒啊厉害啊这个咋办嘛？你说是肚子疼可咋办呢呀？哎呦！不，不着急不着急，咱另想办法哦。爸，哦，你可有啥办法吗？这除了死法都是活法吗？这活人俺们叫尿憋死。哎，好急、哦，我头有点晕。咋了？呀，你头还晕了？哦，哎呀，这几个是碰见哪位神撞上哪个鬼了吗？这。一个肚子疼，一个头又晕，这不是要我死了吗？这不是？不，别着急，别着急，走，走到里头歇一会儿，歇一会儿就没事了。哦，哎，不行，再轻一点，好，慢。不能气你吗？要是能气，爸都气你了。
我姐啊、哦，哎呀，我姐啊，不好了，你这把也流产了啊！哎，送医院，送医院，哎呀，快点！哎呀！请坐。哎，来。哎，大叔大婶呢？为招待你这贵客，上街各容许了。哎呀，太麻烦二老了。麻烦啥哩？他们要是看见你，还不知道要高兴成啥样子哩。哎，过期，那天我走后，大叔大婶是不是很生我的气呀、啊？哎，对，哦，不过你做的对，这计划生育工作
未来就难搞。如果亲戚朋友都搞特殊，你的工作可就没法干了。哎，干我们这工作很难被人理解，确实困难大呀。越是困难他才越能锻炼人，从这一点子就可以看出你是一个强者。哎呀，啥强者不强者，能被人理解我就心满意足啦。群众对你的反应还是挺好的嘛。你调查了？我可不喜欢别人吹捧。哎呀，我绝不是那意思，这是我亲耳听群众说的。群众说不好的，甚至还有人骂我的，你就没听见？也听见了，不过我觉得那些人都是为个人利益着想，根本不考虑国家利益。哎，就比如呢，你姐。对，骂人骂去吧，反正我问心无愧。哎，国旗，你的探亲家还没到吗？到了，又续了家。为什么要续家呀？这你还不明白吗？哦，还是为那张周回告告的事。可你了解我吗？我当然了解你了呀，请。Thank you.
你这征婚广告也真够意思，让我绕了这么长的时间找你。国旗，那天我做后大叔大师他哦，他们唱词还剩叹气，伤心流泪，我也不知道该怎样劝他们才好。他们也想的太多了。哦，雅琴，这件事已过了26年了，你是怎么知道的？前不久，我治好了一位医院从产护室的不孕之症，是他切除开化，中年得子。他万分激动地告诉了我一件他隐藏多年的亏心思，产房换子。一次闲聊中，有无意发现我就是那个被调包的女婴，便内疚地告诉了我这桩秘密。那换子以后的事你还知道吗？知道，我全知道。就因为这产房换子，害得我的养母，不，我的亲妈，她受了多少折磨和苦难呀！妈，妈在哪里？我要见妈。妈在哪里？我要见妈。孩子啊，妈，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妈，孩子。
夫人开胃，回家来更寒心，一家人叫我吃虚，哎，有病不愈诊，苦痛中总是带堂堂断对，怀抱着小爸，你就能任性，不怪吗？弱女爱美爱护，去求相亲，我那闺女都成了才一个，奶奶给我娃要
番苦情无比，消费将我冤相加亲雪心。好了，事情说明了，漫天云散了，你妈心里的疙瘩也解开了，这不过去几天也回来了，哎，就在家吃顿饭啊。好，汉妈啊，走，给娃做饭去。哦，嗯，我给我娃做饭去。啊，走。哦，给我娃做饭去，妈给我娃做饭去，妈给我娃做饭去。过期，回去后这件事先不要告诉儿了，等一会有适当的机会咱们一块告诉他们吧。好，给我娃买他，别难过，过去妈的风给我发，给我娃买他去。妈，哎，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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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娃买他去。给我娃买他去，妈，给我娃买他去。刘主任，群众送来一封检举信。是杨国华的，嗯，说他把头胎女儿送给了孕房亲戚，还给人家过了继，并且生了个女孩，突然又变成了双胞胎，而且还是一男一女。他怎么能这样呢？小梅，咱们先做次详细调查，如果群众检举确凿事实，先耐心做工作，如果不干，严肃处理。好，走。国话了，为伺候你这月多，把妈就累砸了。哎呀，这回我实实是走不动了。哦，呼呼呼呼。爸，爸。哦。哎呦，回来了，回来了。回来就进屋嘛，可坐到这子干啥的吧？哎呀，快快快，累死人了！哎呀呀，就累死了，这凉不落，你真是呀！哦，快快快！哎呀，叫我看看我这个小宝贝儿。哦，哎呀，你看我这个，我哎。那一个是男娃吗？国华抱的那个。哎呀！哎呦！他
俺好意思哭他女哭啥啊，你看我这个小伙子长得有多精神吧，啊哎呀，毛狗狗怪蛋蛋，让爷爷亲亲过我这个小恋恋。不好给你家顶美丽狐狸。哎呀这个小东西刚回到家就照顾你爷爷一泡尿，就这大爷还是心里高兴脸上笑。哎，我听说这回的请客还怪年货了啊，实算这回货倍了啊，大概做了60桌里，60桌才60桌嘛，60桌就不算多嘛，个60桌还多，不多。哎，爸，哎，听过几说，我生了个双胞胎嘛，娘还有人见就上高里，高让他高去嘛，高可能上得高。爸啊，你知道你过去咋说的吗？还能咋说吗？他说，叫我把这个男娃还给人家嘛。他是放屁的，我这。和个高计划生育的人谈了几天恋爱，他屁股都不知道往哪儿坐了。爸，啊，我不管他咋说，我有我的老主意。我对着你，你可是个啥主意吧？他说，男娃是人家的，我给他来个死不承认，看他能咋？对着你，哦，不承认，就不承认，不承认，这能咋？哎，爸，叔叔，今个没上班啊？恐怕我两个以后都上不成班了。咋？弄孩子的事有人揭发检举了，季思维又做了调查，据说这啥都查清了，对咱俩的开除处分都研究了。咋？这就要处理？咋？你还有啥侥幸心理？啊！这个刘亚琴，和我过去都谈定了吗？还要跟我这个当今的瞎说？年政策管你结不结的？看好吗？可当初我就说别再生了，别再生了。可生一个女孩的人多了，可你……啊！你这个没良心的男人，我这样做还不是为了你？为了我？你是为了你可生个男孩光彩吗？可好吗？责任大了啊，不然你没背死那些又没路的二胎的三胎不照样生？我没背死，你能你可不能够追求证呢啊，你能你去能够追求证吗？啊啊呸、你还有你说我，我家你啊！你真不讲理！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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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吵起家了一个顶十个，这吵能顶屁用吗？这吵！啊，就不怕让人家笑话？叔叔，你也不要着急。那现在这还有啥补救的办法没有啊？俺说是还有的。不过，不过你说了个能不过啥了个不过爸啊到家来光华就求过他哥哥，我到他家都找过他几次了，他老是板着个脸，连个活口都不给。爸，
你就让过去去跑一趟。可他不开僧面开佛面吗？就是雅琴他不好说话，让他给出个主意，这他不出头还不行吗？我说这是个门儿。对嘛，事在人为力，让他给出个主意还不行？行，就那我也试一试。啊，回来了。对。哦。姐，我知道你要回来，专门买了点咸菜，还搁了二斤肉，有小孩吃好点啊。爸啊，怎么样？没着的嘛，这分手都有嘛。现在还顾不上吃了啊？出啥事了？过去啊。哎呀，爸，你说下，有个事想和你商量商量。不商量，你请说了。你和那个雅琴谈定了没有？谈定了。那你在他跟前说话总定事儿吧？当然定事嘛。这就好，这就好嘛。哎呀，过去啊，听说人家吉生委啊要处理你监察省的事儿了。你也去找一下你那个主任对象，叫他跟人家说一说。爸啊，我早都跟你说过，你们弄的这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事有人检举，你看你们还蛮不在乎的。你少说的那么厉害，家啪啪这女人家生个娃嘛有啥了不起嘛？你说啊，管的也就太宽了。以前说一个兄弟媳妇这个就出了他的大姑子姐呀、啊、见过你没见过、哦、你没见过的事情多了，反正刚才你说的我可不去啊。你干不去吗、哎、我不去。过去你的你就去试试，这有啥试的，无非让人家违反政策，我不去。就去试试。过去姐这一辈子也没有求过你，你就帮姐跑一趟吧。姐，过去，我就去试试。过去，你姐和你姐夫啥时候能用上你吗？你就去去。姐，我你就去试试。我不去。你去。哎呀，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一些从小把你抱，你直接不抱为哪条、哦、你和雅琴那样好，没见过亲的沾死脚、哦、只要他说情点个笑，不出力有谁会知道。你没说你太轻巧，整个如花不会绕，雅琴细心我知道，谁心都会是白骨老。是说情在不见笑，这会是拉修道一笔勾销，这是我万万办不到。你咋能想出这坏招？你不愿去就拉倒，我这家也把你开除掉啊。笑，那笑啥笑？啊，你还开除我哩？我咋的？啊，你真不讲理！啥子理？我是你爸，你是我娃，真是的。笑哩，笑笑笑啥？哎呀，那狗笑话我了吧？这是。哎呀，你笑我，你笑，你笑了，哎，爸，爸，你笑啥？哎呀，我，哎，笑啥？你打我？我打你咋？我就不去。再说一句。反正我不去了。再说一句，打死我都不去。你不去有你的，你不去，爸，你也不去。大叔，啊，你打过去是为啥嘛？嗯。哎哎，人家说的嘛。哦，
是不是因为国画朝圣收处费的事？哎呀，你都知道。这事你打过去有啥用呀？他能改变政策吗？你不拿家伙，我这撞家伙。那些有凑腿的该办的不是人家都办了吗？哎，大叔，你说谁有凑腿谁办了？让我查一下。哎是哎呀，你怎么没人说话呢？好，你们不说我说。刘家有崔长的儿媳妇过到远房亲戚家朝圣二胎，先生募集于干部通过关系贿赂了医生，给头台小女开了个癫痫病假证明，还有一位部长的亲戚生下二胎爱送他人无恙谎报药王，还有算了，你不要说了，我不是县长，管不着人家那么多，我只说我国画这事。大叔，对国画的事我怎么能明知故犯呢？哎呦，亚琴，照你这么说，国画和诗所非处理不可。我今天就是专门为这事来的。马主任，你说该咋办？要人家的男孩送回去，投胎小女送进去的事入室协助检查，我们再根据政策酌情处理。怎么还是丫头嘞？哎呦，亚琴，年轻你和国华是老同学，要和国旗真正因为有这样的两层关系，我更不能特殊例外。哎呦，亚琴，你就算了，就算了。你能留情不忍，我也能下得狠心。你当你的官，我为我的民，我家不缺你这个外国人。你出去。大叔，你听我说嘛。走。大叔，我爸。大叔。爸。哎呀，你们俩车都能走。亚琴，你先回来。亚琴，算了。你心疼他跟他去，你滚得远远的，永远都不要进我这个门儿。爸，我可以跟他走，但我不愿意做没良心的人。良心？你良心早都让狗吃光了呀！良心？我你咋了你？我知道，我不是你们的亲儿子。来，过去。你疯了？呀，我没有疯，我最近才知道过去的一切。爸妈，你们知道吗？你们推出刘亚琴，他是谁呀？他是谁的？他就是被你们抛弃的亲闺女。哎，你听谁说的？你问我妈。亚琴，爸，咋死了？国贤，哎，国贤，哎，我你呀，这到底是咋回事嘛？这，妈，你快说你嘛，你，哎，说一下，这咋？好，我说。Thank you.
亚琴，就先这样吧。好，我去了。嗯，哎，过去呀、啊，你干啥去吗？妈，我等我姐家去一趟。替我做工作去。哦，好，一会儿回来吃饭啊、哦。行。哎，看来妈的病还是没有全好过来。是呀，那天见到你后，由于过分激动，疯病复发，这几天正吃药打针着呢。好、哦，你先照顾妈，我先去了。哎，亚琴啊，今天谁要来咱们家吗？我去他爸妈呀。我去他爸妈。他们来干啥吗？赔情道歉呀、啊。赔情道歉。嗯，妈，嗯、你刚吃过药，先回房休息。等会儿我再给你输液。走吧。啊，行，好。不是吃药，就是打针。哎。那天他们把你赶出家门，今天他们来，我非好好回敬回敬他们不行。哎呀，爸，这是两回事。那天我是做计划生育工作去的，干我们这工作被人家赶出家门是常事，有时候啊还要挨打呢。那天他们要是知道我是他们的亲闺女，恐怕要哭着拉住不让走哩。这个我不管，就是这换字的事，我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爸，事情都过去26年了，过去他爸妈今天到咱家赔情道歉，这就很好嘛。我妈身体有病，你一定主力克制点，处理好两家关系，免得给我妈精神添负担。知道。好，有位病人需要我去看一下，等会回来我再给我妈输液。我走了。去吧。往前走。哎，你
自个往前走。嘿，往前走。你往前走。我往前走。啊、哦。可你平常在家里凶性我老比母老虎都厉害。一到他跌跤把花奶错碰钉子的时候就把我往前推来。我要知道年纪是张奎哥哥。张奎的咱张奎。嗯。来下子。你往前走。你往前走吧。你这个往前走。哎呀。你往前走。你往前走。好好好。哪天人咋叫你走你可当我不敢走。对呀。叫你这个往前走你还不走你。走。你走。哪的羊庄那个。来了就去日日鬼鬼的是干啥、没日日鬼鬼啊、哦、这、没日日鬼鬼吗、这又没日日鬼鬼吗坐啊、哦哎呀没干啥光荣事哥我天生啊就是这个小脸儿哥你看你我小比哭还难看这天生啊就是这个哭小小哥这就无法开口兄弟啊来吃我一根烟接住啦兄弟啊你好吧好啊你才好嘞好好都好了好我知道你舒服了哥哎呀不吃了的就和吃了苍蝇一样想吐啊吐不出来难受着的哎呀兄弟啊我两个刚才在楼上都商量好了今儿个你要出气就放开脚手反正我是大不还手骂不还口可不我立马全当是两条死狗就说是无用的话你说我先就说着你说你说有话就说啊
能的吗？能不亲？兄弟，我两个今儿个就是专门给你的认错来了，哈哈哈！啊，前错难错早已错定，人大妈人出发，我两个都应承，是不提了。哎呀，好兄弟的，你总算是搞太老归手了。哎呀，我心里这块石头不疼啊，这算是落了地了。哎呀，哎呀，关于两个娃的婚事，你们想过没有？哎呀，但是这个还没顾上想的。按照我女儿的意思，她可是要娶过去的。哎呀，哎呀，这是这么不行吧？啥？哎呀，啥？咋了？能商量？能商量？能商量吗？能商量吗？他爸，啊，他们是谁吗？哦，这是过去他爸他妈。亲家，哎，我今个专门来给你赔情道歉。你还我的儿子，你还我的儿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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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我给你们，还我的儿子，还我的儿子，再回房，再回房，还我的儿子，还我儿子，你们都是没好过。
干好吗？你干好吗？啊，你干的那个缺德事儿，叫我替你恁咋呀？我这是还能光怨我？不怨你，怨谁了？不怨你。我这是还不怨你妈个的？怨我妈嘞？我还不是你妈嫌我不生个男娃娃。啊，你对了没？对了没？对个死人了！还我的儿子，还我的儿子。哎呀，他回去算账。我好悔呀。大妈，大妈，大妈，哎，我俩在这儿听，一个人回去了。嘿嘿，哎，哎，兄弟，啊，弟妹这会儿，啊，好多了，他这病犯起来，就那么一会儿，等会儿就没事了。哎，我们真对不起他呀。
郭姐，哦，你到哪儿去了你？我到我姐家去了。在吗？在。嗯。我妈没来。我来了，我在里头说话了，出来不接她了。爸。郭琪，快，妈，来。咋了？我在回来的路上看见他在树上拴一个绳子，是一断剑呐！啊！哎呀妈！你和我他妈嘞！你说咱都多半辈子了，没你打我的回数可是啥了？跟我干回一回数吗？打了你一回你就心死了，你说这不是心里有我死的吗？我一去。这债就还完了，妈，我的亲闺女，好糊涂的妈呀！我岂扔下吧，扔下我这多余的丫头，马不见刚收平的两家楼，怎能断喽？要将冤仇。
好闺女。你跟我娃说的有多好心。好，大妹子，这回想通了吧？想通了，想通了。这就好，这就好。过去，你这想通了吗？想通了，想通了。都照雅琴说的办了。过去，你还有成绩吗？给我娃买糖去，给我娃买糖。妈，买糖去，给我娃买糖。小心些。我的伤可全好了，哎，你没看？哎呀，好好好好好，给你们报个喜啊！给你们报个喜，好。按照部队首长的意思，我俩在部队举行了结婚典礼。好，好，还是部队首长亲自主持的呢。好，妈，我和过去都商量好了，我们今生只生一个孩子。好，能行。待会的是男孩还是？妈，那就请大家到咱们家做客吧。